你为什么要害罗振浩出车祸死掉？房子烧了，孩子也走了，我们还能怎么样？当一个人成名的一刻，他也停止成长了。我是说你已经是过去式了。人有各种不同的面相，你有看过全部的自己吗？9月3日起，TVBS42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，没有你依然灿烂。